男人用自己的乳胶垫直接等下垫上去，再加个毛毯，哦，超舒服的，好像睡在家里一样。这个是夜店风，姐以前混夜店的，怀念一下。来，孩子们，为您介绍我的秒开放，超厉害的。这个呢，三秒就搭好，三秒就收起来。我现在搭好，我就收给你看。搞定，然后不要麻，全部先收起来，很好，很快，一下就好了。我看心情这么好啊，三秒就打开。然后搞定，你看，三秒吧，三秒。他们介绍这个黑冰睡袋，这是睡袋界中的 LV， 这一颗要6000-7000块钱，这是辉哥我阿爸的登山睡袋，真的、哦。它超级保暖，登山的应该很保暖。登山用的，让您打开给你看，它是木乃伊睡袋，超级无敌保暖，就是整个包覆式的。对，木乃伊做的。我哈冬天很冷，所以说大家出来，我都觉得我被木乃伊给困住。等一下，那这个木乃伊是公还是母的？我觉得是母的，欸、有鬼压床的感觉。因为我那个碎屁叉会踢来踢去，但是有如果是登山的话，就是可以使用这个来摸一下，超级无敌暖的，是的，超级无敌暖的，嗯，真的，超级无敌暖的，对不对？看，啷啷的，它就这么大一件的，这个都要啷一啷抖一抖。你看这个里面都是羽绒吗？对，就是都羽绒。那这是6000块，来，你要摸这个1000多的，就有差，对不对？哦，差很多，差很多哦，6000块那个。如果真的很怕冷的，然后就是又有钱的人，建议买黑冰的睡袋，超赞，超赞。还没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跟你示范如何客难的上下车上厕所。因为我这个是小修宇，他的比较高，好，那我的体型也不怎么高，但是我的身体比较宽一点。那我现在示范如何上车哦，其实没有很好上车。首先呢，先要侧边上，哎呀，好，这个鞋子坐这边，好，等下可以把门关起来。那现在呢，我要爬上去，哎呀，转，看，走上去了。
好，这是我的点会，好看。这是我另外一趴点会，好呀，就这样，这样睡觉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下车尿尿。假设我十二点半，我要下车尿尿，我开始起身。好，我要一样从这边下车，然后呢，找鞋子穿。好，鞋子穿好，因为地上湿湿的。啊，阿娘的，我有够喘的。好，这样才可以去尿尿。你看有没有很艰难？今天有三台车来露营，没有搭帐篷。这是我的车，然后这是宜兰的路友倩姐的车，这是宜兰的路友阿凯的车，他的车是 Hadis 的露营车，里面还有冷气，还有大电池。那这个是隔壁的不认识的路友，然后就是新款海力士。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跟车床天地配合，然后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停车场的空间，你上网去登录汇款之后，然后就可以来这边车宿。那在这两排里面呢，右边这排的车尾的空间稍微比较小一点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可以把位置车子停在车位之后呢，后面草皮的这块空间是可以让你自行利用的。你可以在这边搭客厅帐、搭天幕，在这边做炊事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就像这个路友一样，他们就在车尾炊事，他们应该是水车上，有没有？就是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一排的空间稍微比较小一点，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水厕，所以会比较吵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它离电源都很近，这所有的柱子上面都有电源可以使用。带大家看一下，这边都有插座，都有电可以水，都可以使用。所以基本上来这边露营就是没有水跟电的问题，都非常方便。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进来停车场之后的左手边这一排。那我今天没有带帐篷，我们基本上会睡车上，睡我的小车上，然后我就拉了一个我的韩国帐定制的天幕，直接用银绳绑在轮子，绑在前后轮，然后带了两根银柱，把侧边拉下来。那我还有多带一张五扇天幕，万一是预防风大的时候，可以把侧边都把风挡住。然后晚上就是，这天气也没有什么蚊虫，那我们就睡车上，没有炉放在车尾。那因为有三张一起，我也不担心会有危险。然后我们依然倩姐搭了一顶大铁幕，然后这是花莲的 Mina， 她自己有坐火车从花莲过来，准备了一顶单人帐。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用没有暖炉的烤地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地方，我把车子全部都打平，然后用 TPU 的充气床垫套上了一层，好，不抽了，自己的买的床罩，黑色床罩，然后 TPU 的充气枕头在这边，充气枕头，对，这样睡起来，我身高173，刚刚好。是倩姐啊，他们刚刚在这边滚床，所以床有点乱。他们今天睡这台 Suzuki 的修理车，赞，很方便啊。这是阿凯的车，他还没弄啊，他刚到而已。就是冷气，对，大电池，然后冰箱通通都有了，双人床，对，移动豪宅。好，然后快过年了。Mina 他家贴了春联了，春联上面写着写什么？吃好吃满，身体好，有钱有闲人人爱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喜年来，恭喜发财。
然后继续带大家看啊，我觉得左边这一排真的很方便，因为打灯是来，哦，打灯是，对对，谢谢，因为后面这个，哎，我们这样讲一讲，会不会以后这边来就客满？没关系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可能，这个深度很深，整个都可以，然后草皮也比较漂亮，然后树上面很多树，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来这边车速进来的左边这一整排的环境，很棒的，对。就是电要从对面拉过来，然后离水侧也比较远，不会那么吵。好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太大只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那个餐真的差很多，哎，要特别去找。他这样做一支9块钱，我们上次买那个一包的，一支20块。地瓜，它太烫，我没办法用手拍。全都是台湾七的地瓜，这是个烤地瓜的品种。嗯，好甜哦。水温你要自己调整。就是左边，哎，长得好像洪金宝啊！不要这样说哦。这边还在盖，所以我就来过，但是没走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碧猴温泉泡汤了。我们包了一个浴池，看一下，没人就我们两个，没人就我们包了。对啊，就包浴池咯，很舒服，超舒服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是露天的，就可以看到。看不到山景啊，但是空气很棒，超舒服的环境，而且费用很便宜。我们这样子来这里，车速加上可以泡汤，才750块。对，才750块，很划算，有水。有电，可以搭帐篷，也可以车宿，然后泡汤又没有限时间，然后老板人很好，就是几乎是24小时在开放的，让你可以泡汤，是不错的玩法，跟一般的露营区有很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空气很棒，然后泡汤。水质又很棒，很舒服，很 nature 的环境。好咯，我们要开始认真泡汤了。泡汤怎么认真？就是认真泡汤。拜拜。就让它稍微熟成一下。好，开始了。哎，好了没啦？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Waiter 上酒，介绍一下。小姐，今天喝的是
Villa Al 红酒，对不对？对 ，Villa Red Rye， 哎，对，我就是要这支。OK， 好，马上帮你开酒。麻烦帮我醒酒一下，开酒。开酒完，醒酒完就过来了。OK， 谢谢 I'm waiting for you。谢谢，谢谢。是怪老在卖酒吗？喝一下就美了，要不要把那个翻起来？翻过啊，我就问我爸说啊，哎，台湾之前拍有吗？没有。夏天大概是那个量，那我暂时不用，但我们就等着。